大家好，本期给大家讲解一个淘宝四大流量渠道的玩法，包括引力魔方、搜索流量、提权、直通车、引爆首淘首页。想要做淘宝的话，这个教程是非常好的，非常合适。每一个教程都讲解的非常的详细。想要做好淘宝，这一篇教程是不可多得的。大家看，这是打开之后的这一个所有的这一个教程，包括直通车。这是提权，还有首淘，还有这一个引力魔方，都讲解的非常好。想要的话，还是打开网站，然后搜索视频的部分关键词，就可以获取到本期教程了。